杜兰特复出脚全队最高29分，美联社记者林月甫综合报道。卫冕军勇士得分好手杜兰特 Kevin Durant 经重返战场及展现绝佳身手，搭配浪花兄弟科瑞 Stephen Curry K汤普森 Clay Thompson 都维持水准表现，三人合力贡献74分，勇士在第三节也用一波强势攻击奠定胜机，最终以135-114大胜客军76人，与火箭同日都取得本季第10胜，继续共享西部龙头宝座。勇士上半场打完仅以65-64领先76人，卫冕军经常在第三节展现凶猛攻势，趁机将领先扩大，次仗就在双方战成74-74平手后，勇士打出一波27-11攻势，一举确立胜机，76人在第四节也无力改变战局，让勇士收下6连胜。杜兰特因左大腿伤势休战一场，此仗丝毫看不出有受伤，出手18次命中11球，包括三颗三分球，攻下全队最高29分，外带5篮板4助攻，科瑞22分9助攻及4篮板， K 汤普森23进账， D格林 Draymond Green 称职扮演防守大将角色，缴出10分10篮板5助攻与7助攻的全面表现，疯狂射手 N 杨恩 Nick Young 5投全进，包括3分球3次出手都无失手，贡献13分。76人此仗与卫冕军缠斗至第三节中断，后来才因进攻挡机且又挡不住勇士的排山倒海攻势落败。恩比德 Joel Embiid 12分7篮板，却也发生75-B。西蒙斯 Ben Simmons 13分8助攻与5篮板，射手瑞迪克 JJ Redick 17分，科瑞22分9助攻及4篮板，美联社